当张韵华老师突然遭到灵魂拷问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坏小动物？”说呀！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坏小动物？喜欢自然呗。喜欢自然，画大自然，为什么画小动物呀？大自然里面的动物我更喜欢。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画小动物的？有些年头了。大概有多少年呢？有个七八年了吧，专攻动物。那您身后这个小狮子要给它画完的话，大概需要多久呀？半个月左右吧。一幅画半个月？对。就这个画好像也不大呀。40×60。哇塞。老师，现在那个全国呀，画写实动物油画的画家多吗？不多，大多是有一些偏门的会画一些就是那偏印象的动物，因为动物的话毛色比较难画。而我自己的话是日常的一套毛色的技巧，所以说我主攻就画动物为主。